到有人，但是这一波究竟第二个没有打中，但先放倒了一个，但自选太不健康了。九，这个九五 K 第一波是纯马，第二波超准，可惜来的太晚了一点啊。对。哦，我这修残了。哎呀！哎，完了，出事儿了。这一波，这一波，哎，一个死血伏地，但这个能蹭个皮儿就没了。哦，哎，刚刚空投是一把 AUG。嗯，这 forever 肯定没了呀，这怎么救啊？我告诉 V 去救他了，兄弟，你不是一些代价来救我，我就 forever 真的是救死扶伤好医生，无数次看他扛着队友往里冲。哦呦！但是出事了呀，就是这个剧本在这两个人之间反复重复上演。这个一比打，哎，幺二的一比打有了效果，白龙马被放倒，但近点来人了，这不要补，先补先补，先配分再说了。哎，这个小鹿也是先补人，实在一点嘛，先拿分，这个地方确实不好救了。哇，拉到近点去对去移，从对位来看，幺二的血量更健康一点。小鹿从原点出手放倒了，这一侧能拉起来，先摁啊，再不来不及了。Forever 能救，但是 God V 没救下来。啊，他就在等你挪车的时候。哎，先排了这个防区，发现没有人。哪位的这个纪律性小哥去挪车，然后被阴阴埋一波？哦呦，一个车怼到脸上，兄弟，你这个车技有点玩搞队友啊！哦，这个雷角都很好啊，天敌放倒了豆子，啊，在把人的位置锁定了，就在近点啊，拿分儿。这边第都是圈中心激烈的换分，天霸直接过来收割了，啊 ，DT 也没了。那这个 Mid 二六的分数他肯定也想要啊，天霸这波他必须我都要。哎，你看。哎呀，幸运的观众是 forever， 但是英还是被12迅速的补掉了。这挪车的一个位置，他就等着谁准备出来挪车的时候就干他。嗯，然后 forever 应该是刚刚走出房门，英急了一点，应该等他上车，嗯，就有机会补掉啊。要给压力啊，这波直接可以考虑把这个城头卡一卡，把 i7 给赶走之后，让自己屁股干净。哦，完盆是被打下来了，直接过来收分。刚才小五的想法应该是让我再上车干净，他可能是这么一个想法。是的，这波有成效， IG 已经走了，他这波直接往这个南部反绕回去了，不走这个桥了，找得分的机会了。 FM 这场比赛至少从目前来看的话，他待会由于前点有 KRG 的车辆，但雅痞出手先放走了小鹿，这个点不太好支援啊，天妹的枪线拉得很开，而且开车过来也给足了压力啊，小鹿这个点就是侧面没有什么掩体，正面是一个很长的反击。哦，然后对枪了，对过了，王子还是有点实力的啊。一换一，终于找到感觉了，感觉七番是吧？会打了，团战会打，你看这打得多漂亮。只要要上一把的雷就非常的准，这一把又是连连开花。是的，位置锁定在了厕所里，这把头猪也有啊，锁一下。哎，但这个雷扔在脚边，哇，好准！这个雷直接是将基隆哥炸倒，但这个角度是可以拉起来的。是的，往后爬一爬，往后爬一爬，先封起烟。野番这边有点葫芦娃救爷爷了。哦哟，还被补了一个。有点亏啊。先把人头打自己人头打掉啊，蓝波这是战撸啊。FM还在跟 TMA 在圈棉换好一些，人数上也有优势。好，果然是加油站啊，CG要不要考虑合一下，不住了他。一个雷，天霸在突击 DDT 的木房。好，突击成功，这时候要把对方赶到木房里面去扔雷， DT 就剩两个。哦， GFI 在疯狂开火，左右开弓。我 GFI 这把真的是上一把开窍了，这把手感打出来了，会玩了，找到这个游戏的感觉了。
天霸还是要抢这个木房。哦，天霸一辆火力车过来撞击 GFI 真开心啊！啊，全面的队伍这么多来找我换分的，来换来换。大到蓝波这个角度，看见能不能顶住？哦，再一颗手雷徐峥将蓝波给直接给炸到，拿手雷去补。厕所这边，厕所这边被拔掉了。GFI 的重点刚才还是又，我刚才打过一次这个厕所，现在又要来打这个厕所。哎，蓝波不好扶。哎呦，倒了，完了，只剩一个了。这波 TMA 要往前顶了。哎，金龙哥把握住机会，不过 TMA 这次人多啊，还能扶起自己的队友。天霸来了，天霸来了。同样的一个思路，这个时机把握的很好。天霸那边有位置，这波还打不打呢？他选择不打溜了。天霸想吃鸡。哦，恒二位出手这波是打掉了龙死哥儿，但旺仔的手雷将恒二位给炸倒了。从地形来看 ，PY 往前推进还有空间，这个大平地的一个拉扯，被旺仔把握住了机会。哦，但是小五弟的出手，小九也倒了。这个角度，小五弟能有机会穿吗？阿边是正在过来劝架，有角度，正在过来劝架。这有没有掩体的？对方没有掩体。哎呀，旺仔跟博良这波，旺仔好像是一穿三，对，立大功。阿别子来了，旺仔直接被放倒，完蛋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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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剩最后一个，这个时间鱼人直接一直给拉了起来啊。这可能要企业文化了，哎，但扔呲了这个雷，扔到下面去了，对方其实在上面。再来，这个角度正好弹开啊。哎呦，这个雷双响，再补一颗，剩一个小九了。没办法，这人血量都太残了。FTY 刚才这波最后的尾盘处理还是大一点。小九打一个，没有于事无补啊，都能扶起来。RBS 现在是在一个弱侧，而且刚才关键是 FTY 把那个三头都放出来以后 ，RBS 这把是一个吃鸡位。烤鱼被 Summer 放倒。这种都是风险跟收益并存的，主要看这个反坡，就 CG 能不能扛过来。如果是拉到这个顶坡的位置的话，基本上是，我觉得机会是很大的。原点天天加枪啊，而且淘汰数量应该会拿的不少。看一下王涛这个手雷，好险，极限一趴。好，燃烧弹还是拿到了这个分数。哎，但是圈边灵墙倒了，这个地方他太没保住。保不住啊，来不及往后应付吧，时间来不及了，十秒把 monkey 也被放倒完了，那没了。对，这个就是我们说的，就是你创造机会，然后创造机会，就是这件事情为了 SMS 这两分到底值不值得。从目前，哎呀，这过点太难受了。CG 天天也倒了，只剩王涛涛一个人，王涛涛还要往前怼，真勇啊，真勇啊。子弹不多了，闪给到脸上。有点可惜吧， CDG 这把机会是有的，但是就是减员啊。钱把这个车给翻了过来，别修残这一波。哎呀，林树这个移形换位，一瞬间把 RBS 给打了。这 RBS 其实上个圈就该这么打，这个圈这么打的话真的太晚了。这波三级套挺立功的，他扛了不少的伤害。又剩十二月。就说 RBS 打这个战术我是知道的，但是没有想到他居然默契到这个圈在打，你这个结果就是 MC 有感觉给闪了，第一时间秒了一个，一打一，哎，枪没开出来，林树大残，木子里的血量更加健康，是林树少了机会，先把血量给打起来，要补人。林树刚才是被闪了吗？枪没开出来，哎呦，这个闪光弹，哎呀，他在补人呀！啊，
林书这波决赛圈